谢神让我们今天有这个的机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献唱。那今天我们所要献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的主曲，那是有几首的诗歌一起的联合，那就代表出我们在小组里面的充满着爱。也欢迎在座的有以后很多资讯还没有参与小组的，也欢迎你们来参与我们的小组。我的心不再隐藏。
变得好美，我们给他们掌声。